我们看24题，他说有一门机枪啊，他每秒呢射一颗出来，啊每一颗的出速呢，每一颗的速度都是不一定的。那问哦，这个机枪哈，对这个子弹的平均力多少？我们看哦，这个机枪的话，每秒的话给子弹的动量多少，就是这个机枪呢给子弹的力。好，这个机枪呢每秒哈、给子弹呢，给每秒给多少颗子弹动量变化？每秒给 n 颗嘛，那每一颗的动量变化的话呢是 m 呢，啊乘以多少？这是 m， 这没有 m1 啊 ，m 啊乘以呢 v， 这个叫啥？就是机枪给子弹每秒的。给子弹，让子弹每秒产生动量变化，那也就是机枪给子弹的作用力。